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运动员因特万李默，我来接受后台预选赛的挑战啦。那我现在开始挑战了。赢了还是输了呀？哎，他明显快了很多。我不要用这个了，这个太鸡肋了。什么？他直接躲我这里，我失败了。这一次超新星运动会，我将会参加全新项目敏捷障碍追逐赛，记得来为我加油打气哦。